Hello 啊，姐妹们，大家早上好呀！早上好呀！可是呢，今天我们要去更热的地方，就是上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隔得那么近，上海那么热。今天我们要去上海参加一个线下活动，顺便邀请一下大家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暴热的一天。老板大气，美女呢一般都是来不及化妆的，所以我现在要收拾一下化妆品，我们待在车上化。顺便给你们看一下，平常我带出门都会带什么。一飞冲天，请问还有人没有拥有吗？爱多帅睫毛打底 ，Make 修容。Hi Sehun， 我最近超级喜欢这一块，它涂上去之后，你就是16岁韩国高中生。Goka 山海经高光，已经被我用到这个山都已经快平了。Color Purple Reed 眼影膏，这一块上眼超美，但是它脱盘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小粉，植村秀的粉饼。我很纠结，我不知道我今天会涂哪支口红，所以我带了一支 Kiko 的豆沙色 and 196。那我们就出发吧，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播个潇潇洒洒。是谁先想的啦？看我出行必备，我的拖鞋，然后包里塞一双高跟鞋，跑步常规跑步。只要出现在台上的那一刻是光鲜亮丽的就够了，所以要什么就我就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然后要去咋了？跑步常规跑步。啊？大家还是不要中暑啊，这么热天啊，辛苦了辛苦了大家。然后你们可以一起一会儿去参观一下我们的三 C 一实体店。好的，谢谢，跟大家说拜拜喽。好，谢谢。请团队小伙伴参加雪，你在走路好像那个猫科幻书里面的那个猫。郭女士今天是巨资花了我一个人的生活费，请大家吃这个。今天看到了吗？太已经上皮了，你们再不来我就只能先替大家多尝一尝了。想吃吗？已经开始了。干杯，上半年辛苦大家了，加油，下半年加油。